所以 DJ 咧都真係要有自己嘅音樂風格喺度。所以咧，其實啊，我自己做節目嘅時候咧，都會聽好多嘅新歌，咩嘢類型都聽，尤其本地嘅歌手咧，一出新歌，我盡量都會聽曬佢，第一日就聽曬佢。咁啊，接觸多啲嘅音樂啦，咁啊可以聽到、留意到有香港樂壇嘅發展。係，所以想參加我是 DJ 嘅朋友咧，可能都可以做少少音樂功課，先、嚟見識嘅咁樣。全部問嘅嘢都係關於我哋香港樂壇嘅。OK， 咁啊，不如呢個時候我哋揾多兩個朋友仔上嚟同你一齊玩呢個遊戲啊！好，有 Winnie、Pim Pim 啊，有 Ben、Winnie、Ben。嗱，亦都邀請埋我哋兩位一齊參加呢個遊戲嘅兩位現場觀眾啦。我以為是他
同埋文田。好，我講翻佢。同埋添咧，請問咧，佢今年咧係第幾次開紅館啊？張冠。第二次。正確。